我现在在这个昌福西赛 Hotel 房间的窗户排出去。然后我们昨晚因为水岛展望台它就是封山，路封起来没办法去。但没想到我们饭店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水岛工业区。他昨天已经拍了夜景，那今天早上可以看得到这个工业区，他们有运作的灯光，还蛮特别的。这间饭店还不错，比我想象的好很多。